关注 Only Lady， 全球潮流一手掌握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歆艺。我最喜欢封面那一套吧，挺漂亮的，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性感，挺健康的。我自己比较喜欢穿舒适一点的衣服，然后不要太束缚我的衣服。我是很爱买时尚杂志的，对，《油浆画报》我是很喜欢看的，然后今年还会去时装周，去两个时装周，去学习一下。想尝试那种崩溃边缘的小人物，很接地气的，让很多人看完之后会有共鸣，会觉得他演出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精神世界。让时尚更生动，尽在 OLTV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歆艺。